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asta. Fucking with me, call up on the Uzi and show up in them the shots.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, they make them.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山猪教练，现在是毕业潮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左边也是即将要毕业的一个学员，哎，他叫高毅，也是高进的弟弟。对不起，高进先生，我是这里的经理。我也是青年河马的总教练，我都是带领他们训练或者是比赛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哎，可能我看到的很多学员，他们在车上的态度或者是练习的态度，我都觉得很好。尤其是他，哇，那个风雨无阻啊！得了啊，冬季几月了啊，比赛，为了比赛他骑了脚踏车，不穿雨衣，全身湿，那个雨啊，哇，那个雨可能就是台风那种的，刚刚都湿掉了，鞋子都哇，那个鞋子很重啊，哎，不得了呢，哇，真的我很敬佩他。比赛他觉得看着他觉得很重要，热爱对，而且他有这个喜欢这个棒球，哎，来到了，你看哦，他你呢，还想跟他一样呢，不得了呢。OK， 高毅他练习就来乱，然后可是比赛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，比赛跟练习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他是比赛型的选手，他不是练习型的。大致上啊，他的程度，不要讲校队啦，就是可能在一般社区球队，我觉得算是中上，对，可以。毕业了哦，希望我们还是能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祝福你。我觉得啦，不管打球啦，高毅，不管打球，高中还是要读一点书啦，哦，不然呢，你看刚刚跟我们讲说考几分，5分，哇，你考5科，1科1分，不得了了，哦，没有啦，继续加油啦，这是题外话啦，哦 ，OK， 恭喜你啊，好。哎，我们又来到一个地方，这个我们又遇到我的一个学员，他刚刚来场馆来练习，这个我们的一个最闹的一个谢成典，每次都在微笑，耶，你看一看，不要害羞，耶，你看不要流汗，哎，对，因为他第一次来体验的时候，他就哦，我就问他说他要不要来加入，哦，他马上下个礼拜就说哦好，我就要加入。他很有力啊，可是打不到球。是打得到啦，可是比赛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，我就觉得可能自信心或者是练习不够吧。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更好，因为他力量都比他们其他的几位都还要。那个教练人很好啊，他会一步一步慢慢教。啊，主要多练习基本功。教练很好，环境也很好。我也祝福你了，哦，你要即将要毕业了，希望我们都一样，都来这里都可以开开心心，打球开心，然后也能学到东西，所以祝福你未来的路哦，不管是学业、课业或者是打球都能进步。OK， 恭喜你。快乐河马有三位毕业嘛，一个是尚军，一个徐浩廷，一个廖轩伟。我先讲尚军好了，尚军是因为他可能是夏令营吧，夏令营他遇到博佑吧，林博佑，他们两个应该是 Masma。我是听尚军的妈妈跟我讲啊，他很想练棒球，可是他们学校是打热的棒球，然后他也有在踢足球。对，尚军的身材是在其他球员算是不错的身材，只是他的训练上面，我觉得要加强是他的力量，不然他的挥棒，要不然他挥棒轨迹其实是还算不错，只是我不知道，小朋友都自己的想法，对，所以我不敢太强制说他用我的动作去，对，因为我要让他最初的方式去做他自己想要的动作。
轨迹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改的原因是因为他才知道怎么出力，如果你突然改他的动作的话，这样他不知道怎么使力，所以他会用他喜欢的动作去挥击。我觉得商君，如果他想要继续打球的话，我祝福你，可以。我知道你有在上私教课，我也是希望看到你，有机会可以进入力量了嘛。我蛮希望你可以继续打球下去，所以我祝福你，这今天要毕业了，所以恭喜你，对，加油。第二位是浩廷，我接触浩廷也没有很久了，他我才会来，可是他的爸爸都会带他的小孩，两个小孩来场馆，就是做训练，或者是爸爸可能学到东西，来教自己的小孩子，投球动作啦，或者是打击动作。有一次他爸爸就问我说，我们在上课，他爸爸就问我说，张教练。那个，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小孩子投球动作，就稍微调了一下，就是课后的，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觉得浩廷他是比较大只，但是身材又好，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要继续练的话，想要打球的话，我觉得有潜力，我觉得有空可以找孙教练指教指教。OK， 对，所以。而且你也要毕业了，希望你还可以留在这里开心的打棒球。对，欢迎来我们场馆。OK， 加油。第三位是廖轩伟，恭喜你，要毕业了在未来的路都可以走得很顺，顺顺利利的。希望你还有，我蛮期待你来场馆练习的，因为你竟然报名来上快乐马赛克班，我很少看到你，你都不常来，我真的有点难过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没事，希望你来啦，因为我知道你有在秀朗巨星打射击球队，所以你想要进步，我觉得你爸爸也蛮想要你进步的，因为你爸也有问过我。他投球动作、打击动作都有在问，所以你都没有不常来。然后每次要练习的时候，就跟他们打玩在一起，然后你也不听我的，要练不练，或者是怎么样。而且你是左手的，左手的在台湾这个蛮少的，对，而且是优势，左手是一个优势。身材不错，身材又不错。你想要继续打球，我觉得你要有，还是继续来啦。就是要常来了，对了，常来上课，对，你才可以学到东西，也能进步。OK， 所以你要毕业了吗？加油。OK。